头顶不舒服头顶不舒服现在我看到整体的天空比较暗现在整体天空比较暗整个都是暗的现在整个天空比较暗了比原来暗多了暗了现在看起来天空是暗的好像是夜里边不像是前阵子那个光天很亮，现在光线暗下来了光线暗下来了现在比较一下，确实光线暗下来了确实暗下来了。你从看哪个方向的话，都是暗的夜里边没有哪个方向特别的亮。原来就是感觉有的方向是比较亮现在那个。暗了天了夜里边天是暗了天是暗了天是暗了然后海水啊也慢慢海底下也慢慢凉了海底也慢慢凉了海底也慢慢凉了不像前阵子海底下感觉温度比较高的那种感觉这样的情况下呢外星人呢还是按照原计划进行对地球进行改造在改造过程中呢再把最近发现的不远的地方就在我们的附近呢其他宇宙发出来的阳光呢这件事考虑进去考虑进去能用的就用不能用的就不用或者呢用一个管子的形式类似通电能量通到管子里边通过来想用的时候把口打开不想用的把它关起来类似这样用得上的地方用用不上的地方不用就是不是整体的送过来不能整体的大规模的把光线送过来只能用得上的地方悄悄的管道里送过来能控制的地方来能控制的方法来使用现在的状况是这个样子现在状况这样好知道了知道了好再见再见